这个听说他自己来的地方呢，有带20几种上面。这个太多了吧？20几种。所以我们就在选品。嗯，对不对？目前是有酱油，是，好不好？有餐厅的。这边听说是他的盐巴室。还有盐巴室？对。这晒篮子啊？那个搓汤圆的。不是搓汤圆，那个就是在晒那个豆子，做酱油用。那个篮子、啊。发酵。哦。卤肉吗？卤肉，软蓝卤肉。豆腐。豆腐乳。豆腐乳是这样做的。对，像这个。要先晒。对啊。啊？我不知道哎。哦。大哥啊。在果营哦。哎，你今晚在做啥？我把导游拉去。哎，我听我听人讲，你拢什么拢家己来？做导游，做导游，还佫做酒杯啊？还佫做啥？啊，做剥皮辣椒。剥皮辣椒。啊，做。啊，比如讲，咱做干贵，嘿，啊做米线啊，米线啊，做辣椒，嘿，酱，辣椒酱。今日是礼拜六，对，你知谁拢进来？对，因为今日股市啊，跌亏啊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今摆要干啥？你我啊，你安尼会较专心，敢有排干？我是爱讲，你的主业是另外迄边，对吧？哦，啊，今摆这是兴趣。这是无奈哦，做兴趣的。啊，你做这十年家爱做什么？啊，每一段时间做的东西不一样。啊，可是你看哦，你几点起床？五点起来运动。这运动，这个是在开玩笑，边运动，运动他几点钟起来？五点起来运动，他过来。运动刷做起来，做起来。阿姨，做到九点，因为股市开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洗把手，洗把手啦，嘿啦，洗把手啦。啊，过来就边工作啊边看，对不？啊，一直做到几点？做到大概11点，过去那边餐厅帮。餐厅帮忙。哦。啊，你都几点睡？大概9点睡。很健康哎，9点到早上5点起床。阿姨，我听讲你有一点所在专门是你的做的产品的物件。咱边的物件你记得？你记不了。好，啊，你都无我的代志，你无你的代志，哎，有人在遐边。我负责做的。啊，你负责做，对。好，啊，无我来一边看卖，好，好不？哦，看一下有什么产品。就在这边哦。很多耶。啊，其实不止啊。太多了。对啊。还是有缺货的，只剩萝卜干跟辣椒哎。有的时候还有很多，酱、冬瓜、豆腐，是不是应该买个豆腐？我觉得豆腐了。可以配什么？做汤底，它底靠都要放，它可以搭汤底。你要吃羊肉卤的嘛？它不就是豆腐乳再加那个豆瓣酱，那个蘸酱就是。哦。啊，那个地方压很大。对。因为姜母鸭也是那一路。哦。对不对？可以哦。嗯，对。哎，这那个配那个稀饭很好吃。还是我用辣味先吧。搭吗？搭，这个不搭。原味脆瓜是。辣椒吗？它都一包这样包好多。哎呦。哎，这可以做那个瓜子肉，是不是？冰糖、盐、大黄瓜，它没有酱油。你说的那个是要酱油，就是我另外酱油盐的。对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拿个脆瓜。但是萝卜干就不要啊，因为萝卜你要自己要吃，对不对？要自己吃就拿。我们现在这边既然是探班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啊，对，就是买东西。然后还有什么豆腐乳，我就可以买一下。哎，它豆腐乳有分年份，是不是？对呀，它这么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豆腐乳要分年份？越时间越长的，它越味道越陈越香。对啊，我喜欢喝。都十几年。对啊。成年的，它要写成年。对，成年。辣豆，啊，辣豆瓣酱又好难选哦。这个豆腐乳怎么分？豆腐它分有加凤梨的，跟没加凤梨的。哦，没加凤梨。啊，辣的有，辣的呢？辣的也是有加凤梨。那上面有写凤梨啊？啊，没加凤梨的嘞？没加凤梨，加这个香辣的。还有什么？你们这边卖的比较好？啊，酱油。酱油有什么分？酱油它就是分酿造的时间不一样，就像外面我们瓮酿的，对，像基本款是酿半年的叫原味酱油，它是一般炒菜沾酱用的，对。那印油这一瓶话是酿一年的，比较是拿来卤肉或是红烧的，就看功用是什么，香气跟回甘度会。那它的老凤梨酱油是？像老凤梨的话跟印油两个味道是一样的哦，只差老凤梨多一个凤梨的酵素，针对腌肉或是卤肉，肉比较快软嫩，哦，软化肉质的，对，细哦，或是要是个3年的。我可以偷偷给你，因为产量不多。它缺货哎。那上面写产品不够吗？老客户要这个，我帮他偷做预留的部分，里面藏几瓶。我们也不是那种，就它全部拿出来。好，没问题。哦，给我一瓶这个。一瓶这个。对，那我要一瓶这个。好，没问题。对，那也要一瓶这个。好。对。其实我根本就是自己要买，要一瓶。那个腌肉。花瓜甘露酱油，这又是什么？这个话
很特别，它是用大量的小黄瓜一起下去熬煮的，它吃起来有点甜甜的口感，像要凉拌菜啊、蒸蛋或是拌饭都可以，而且不会太咸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他讲的这样，就很想买。对，对啊。而且感觉家里每个都缺，因为好多东西，每个都来一瓶。好啊，都用得到。你等我一下，什么？好。哇，你脑波也太弱了吧？对啊，全买哎。但是我们还是这个料理为主。对，我们是要去探班的。豆腐乳蘸酱是什么？这是老板特调的哦，特调外面买不到的哦，外面买不到。它是豆腐乳加金爪酱哦，豆腐乳加金爪酱哎，好特别哦。可以稍微小声一点。它这个又是辣的又不一样。是辣的，感知到这个辣的很香，它是后劲慢慢辣的好。下班怎么沾酱都很需要啊，沾个那个水饺也可以啊，辣的。啊，沾烤肉酱也可以。对对，中秋节快到了，中秋节。好。大丰收哎！大丰收，我看差不多你有的我们都买了吧？全部包起来。全部包起来。就是这样子啊。我是讲说来这边是因为要探班要选品嘛，但只是跟你比如说你喜欢逛街啊，买沾酱也不是办法。但好像也是唯一的办法。对，我买的是诚意，是不是？探班要什么诚意？快包起来！这是大哥这边的餐厅的菜。我们餐厅的菜总共就是这样，这一招混了20年。没有，你说你餐厅就卖这些，没有别的炒菜，什么都没有，就这样。对你大厨来讲，我们这个没有，因为这一般的像这样的规模的餐厅，等于说很多东西，很多可以选择。可是如果东西好了，好东西好可以多好多。对，这个是豆豉菇类、菌类，菌类也有很多营养的东西。对，然后下来吃纤维，是吧？再吃肉，这样吃起来是不是很健康？我蛮干。你汤是鸡汤底吗？对吧？有鸡汤底，我很清楚。很清爽，很好喝哎。所以你是先酿酱油才想到要做这些菜，还是先有菜才会有酱油？开始做酱油，做完了再做菜。人家来跟你讲，啊，你吃真咖，我以前拢无吃，你然后你就翻过来跟人家要咖啡吃。对啊，刚刚买。以前这里没有菜品。这里可以吃鸡肉。鸡肉。我们的鸡肉哈。先吃皮，因为我们的皮是直接烤的，那皮也是脆，完全没有油。一种脆爽跟清爽，对不对？它的外层是脆的，然后咬下去还是有那个鸡油的香味。哎，你吃的是有放豆腐的，豆腐在里面一点点。你看他拿鸡胸，好聪明啊！不是好聪明啊，要健康啊。那是地瓜。真的吗？它很像那个，我们在沾那个什么烤鸭的那个酱，甜面酱，对，嗯，比较不会油腻，对，很清爽。以前会这样想，这个是比较清爽，对，这个有会比较有饱足感，够酱。更别说别的产品，他慢慢摸索，慢慢摸索，做出自己喜欢的产品。接下来，大家觉得说，哎，这边好像没有东西吃，那我弄个简单的餐厅，但是我给你的东西有真材实料，也不复杂，对不对？真正复杂，加上产品这么多的复杂，这边就不用，你看，还不是一样高朋满座的。他现在越多，这边他得到成就感，接下来还要找到下一个。没错，再去挑战。他说他60岁，我跟你说，像他这个个性，做到90岁还说，哎，我不要了，够了。肚子饿了吗？记得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持续锁定詹姆斯的速度料理。吼吼，加班喽！